我自己啦，我自己啱入行嗰陣咧，就啱啱經歷咗一件令我好心寒嘅事。我記得喺個頒獎典禮上面咧，我見到阿倫同阿 Leslie 嗰啲歌迷咧，就喺個場嗰度嗌，喺度鬧啊！咁啊，到今時今日做八年之後。到我哋今日四個人可以企喺台上面，我希望大家唔好再有同一樣嘅事情發生。其實每一位歌手，無論佢得到獎或者得唔到獎，我相信佢哋都付出過好多噶。我自己曾經俾人向，我覺得喺台上面俾人向個感覺係好辛苦，好難受啊！在這裡希望以後樂壇任何頒獎典禮都是一個推動樂壇的活動，亦都希望以後樂壇一片喜氣洋洋的現象。今天這個獎是屬於大家的，多謝。我們就很感人的場面，張學友都講得很啱嘅，其實每一個歌迷都是支持佢自己的偶像。我哋不如將呢個時間交俾張學友嚟。好，學友。我哋不如四個一齊去唱《朋友》好嘛？可以唱阿倫，我哋前輩嘅，唔該。繁星流流地过你头脑，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，默默以真挚爱人。人生如梦，朋友如梦，难得知心几经风暴，爱着我不退半步，正是你。遥遥晚空，几点星光息息相伴，你我哪怕荆棘都伴路。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，是谁明白？共赴患难月光里更加理想，朋友，我有谁